好饱哦 ，I want to stop to eat。啊，你应该是指 I want to stop eating。虽然说很多动词像是 start、like、continue 等等，后面我们可以接动词 ing 或者是不定词，都不影响意思哦。像是 it started to rain means it started raining。可是偏偏啊 stop 它就是一个特殊状况，因此如果它后面接动词 ing 以及接这个不定词，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呢。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用法就是 stop 后面接动词 ing， 表示停下来正在做的事情。比方说我无时无刻都在说话或想事情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说啊 I can't stop thinking and talking all the time。 不过呢，如果呢你在 stop 后面接不定词，它竟然是指你停下来本来在做的事情而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哦。我们来举个例子会比较清楚。所以呢，考考大家，如果我说 I stopped eating， 没错，就是指我停止吃东西，不去吃哦。但是如果我说 I stopped to eat， 可能是指原本我在讲电话啦，或者是看电视，不论是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停下来而去吃东西哦，不要搞错了。What did we learn from Teacher Laura？Stop 后面接动词 ing 就是停止做某一个动作，像是 I stop walking 就是我停下脚步，所以 stop 后面接的 walking 是停下来的动作哦。如果是 stop 后面接不定词，则是指停止 A 动作然后去做 B 动作，所以 I stop to walk 可能是指原本你在做其他的事情，像是坐着休息啦，然后呢起身去走路，所以 stop 后面接的 to walk 是要去做的动作哦。